其实那战术差不多，已经是防守当中啊，这边有换人。哇，范子铭大帽。阿布杜沙拉木自己个人强攻，你看打完球先以进攻为主。哇，这个可以的，延误完了还是阿布杜，很凶啊。哇，这怪轮仗的时候，这真难打呀。好球，哈德森，你往外打干嘛？不敢运，这还是年轻。哇，暂停，这得很高。进来了，好球，投篮，刘志轩。哎呦，这球太好球，悬呀、啊！嚯，哎呀，漂亮！这可是顶人，是辽宁的问题。这球打得真不错。往外做换人大延误的这个，这是自己的决定呢，还是说是郭尔强指导的要求？缺的就是韩德君，没人了。你结果你还再来新疆那还弄俩大个儿。赵继伟呢？好球。上去未来可以，辽宁队打的软了，对，你把这个球打到刘志轩手里，八四，终于是中投进了，压上，就知道你这个动作到底这个出发点在哪，狂奔，真快，漂亮，整个辽宁队没反应，辽宁队五个人感觉一个四号位，但重心都是在八四跟这个斯托克斯身上，又是劲，但是呢，斯托克斯是真有劲，也没有对。投篮篮板球基本上是拿不到，斯托克斯又来了啊！辽宁这现在陷入了全面的被动，他全是这样的。杜任旺，你看见没有？都是两米出头的。对，哈德森又上来吧，这是五打四，又是斯托克斯，那轻松得了。打满三，你只要辽宁队没有办法防。哇，终于扔进一个，十六分，继续打四。他再高他也是个三号位球员来了是吧，哎，又是刘志轩一个压哨三分、好球，这又倒一回身上，这所以贺天举这时候又变得很关键，得、好球，可兰白克的三分、关键时刻一个球啊、可兰对上、啊、上一场是前两个球都是这样投的，巴斯再来拿，而且可兰白克在外轮也好，给哈登也好做掩护。刚才这个死亡五小阵容啊，没有人去做掩护。这球，而且今天呢，因为阿布都啊是打三号位，哎呦，漂亮！刚才郭艾伦跟大家是防守任务，我就变得专注。赵继伟三分，赵继伟大家挺冷静啊。那联防没有用，篮下他有人，这个就是叫停调整。费尔德，哎呦，真是这个球啊，没抢着，漂亮！哎呦，斯托克斯一条龙，一条龙啊，从后场推进到前场，把这篮板球摘了，扣篮了，把球放进九分，哇，攻防两端，漂亮！哇，好球，这快攻下暂停了，不能当天，哎，差个十来公斤，我觉得经常的事儿。哎呦，外线也不开了，这有点疯了，这是啊，斯托克斯，今儿彻被冷落了。这个阿指导啊，成功的把焦点引来了，是吧？真快，他是真快，失误，攻不进，你也能理解这个。得了，有一个三分，进入拉，就是所谓的防守，就是靠那俩态度，就是。希热力江跟可兰派的哎高，今天呢就是对于新疆来讲，你敢于在上线做这么大的延误，这很认真啊。对，虽然说现在分差呢依然很大，即便说好球，可能啊你这个锻炼的效果呢，而且呢他 NBA 的这些球星啊，首先他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，开窍啊，他这个脑子好使，好使。阿布脑子特别好使，再等他两年，老子因为、这个、是我们外面导播提醒说沉重，对，因为这个词儿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在我脑子里出现的少，所以一下子就想不起来，去的也少，没去过，没去过，但是我知道他是山东滕州的。